千篇。小雨姐，对，把那个好像把它这样编写。先把它编写。先这样录。好，先这样编操作。好了吗？好，一批点做的是一批点，要做的做的。好了吗？好了吗？盖在 B B 点那边 ，B B， 然后这样走一个折，走一个折，折大概一，我怎么这样整哈？折下来后再固定，看看这个折纸哈，分哈，往下折。
好，公分二点五。分二点五。对。好，然后跟前斜顺着弓固定住哈，前片跟前顺对，好，没有，这个就是公分，帮我折一个，拉起来，这前斜在弓足先。公分。对。刚刚这样画的有这么多，还八公分。先把前面做完的。前斜片也要二点五，前斜片画一下二点五做比较足。从这里正，这个好，这边好，你做好，好久不久，前面用这两公分，二面另外一边画二点五，一点二点五，另外一边二点五，所以这边二点五，这个很好，这个更好，你测下来。到这边就好，对，看到有两只哈，然后第二个把它卸了，这边还有一个，这个一个折，这边八公分。这边两块就是对，拔掉别的。笔跟尺，等一下后做。
不喜欢了。这边两公分，然后这二点五折折第一个折，这边二点五折第一个折，对，没有人不行的。所以现在画这边画二点，先把这个秀尾的，到时候把秀尾的。快点。好的吗？他把我那个地方画出来，画大一点，这个地方画出来。好，这个有没有中心线往上啊？画出来，往上，往里挤啊。把这个秀尾画出来，画好之后秀尾先，秀尾画完再画，往上五公分，往上。五公分画完之后跟起来哈，把脸。对，两个去，斜的呀。这个稍微低了一点。哎，不然我们手指会卷，这行为很正。好，我知道你啊。下一步，你要去我们面前。是要胸线的吗？对啊，我刚刚说这边画胸线。然后跟这个正交。好。好了吗？点名一下。好，那先九。意境，暗影，三八个。张庭、亚龙，子龙，又啊，轩，林子轩，丽文，婷婷。Thank you.
太用，太用，会很久，很久，你好漂亮。
秀哎、欸，我再把它粘在一起。对，对对，画下来。它跟我一样画十块啊，然后我就看它就没画了。然后再把它画起来，然后变得很好，然后从这边画。对，跟五公分连起。老师哪里量五公分？你过来前面看啊，不然这样讲解很难看。这样快点，我们先开始。我这都已经折下来了，我在顺这个线有没有画一条横线？对，然后不是公主线，胸线，然后往上五公分，然后你看跟谁连在一起？跟旁边那个袖围连在一起。好，连起来就 OK 了。好，然后帮我做另外一边要做了。要做两边啊！另外一边也要？要啊，要做两边。不啦哦！变好了。好，你两边做完就休息了，今天就算到这边了。那我做没做？